有佢姓林，咁佢叫靓靓。有请林靓，跟住走咗个阿叔出嚟。我唔系中意睇 Ricky， 我系中意睇 Rick and Morty 啊。无聊啊，曾志伟有英文名嘅咩？系啊，唔通系？唔係啊，屌你！大家好，歡迎收睇《EG 大國際》。今日都 enjoy 到啦，點解會改咗做呢個名咧？就係因為啊，其實係有個留言咁樣講嘅，即係 EG 同埋 Joyce， 跟住可以用 enjoy。係啦，佢中意呢啲嘢。你唔中意咩？中意。咁今次點樣鬥咧？突然之間有某一日咧 ，Joyce 就同我講：你知唔知梁朝偉個英文名係咩啊？我嗰陣時即刻心諗唔知喎。原來是 Tony 啊，係啊，邊個知道啊？黐線喎！係因為嗰個年代藝人歌手通常都會用自己的中文名啊。依家有很多的歌手又或者明星都會直接就用個英文名。反而依家有某一些明星或者歌手你問佢中文名是咩，反而拗頭啊！係啊係啊，到底係邊個咧？我不會講嘅。所以我哋咧就找了幾個比較老嘅啦，啲年紀係嘛？比較著名。到底他们的英文名是什么，你会不会知道呢？你看我们今条片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每人可能会开五六题给对方，譬如我问完之后你有三次机会答，第三次都答不到的话你就输了，而你一错就会一嘢勾去。但是同埋呢，即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我们不会估到的嘛，那你第三次就可以给他的 first letter。 又真不给吓，咁有咩好睇啊？咁 random 好啊，俾咯，俾咯。我哋输咗仲使唔使拎基金啊？要啦，上次你攞20蚊出嚟噶嘛，最后屘我哋攞个基金去做啲泰坦嘢。哦，好啦，今次拎50咯喎，哇，唔好，我有啲惊添。唉，50啦，开始，你先啦。好简单，我哋之前有讨论过。系咩？梅艳芳喺呢个 list。我记得我哋之前有讨论过啊，但系我唔记得咗讨论咗啲乜。妹，唔系。系咯，佢咪好人嘢？哇！你讲咗佢啦，冇得打噶啦。但你错咗啊嘛，系啊，所以就一嘢勾落去。终于知道咩叫眼前一黑啦。原来我明知你勾落嚟，但系喺我觉得我会濑嘢嘅之前，我就濑咗嘢啦。原来俾人打个头系咁噶。梅艳芳，我记得啊 ，Anita。哦。啱咗，英芳。边个我咯？我真的觉得你会知道哦，吴君如。吴君如有英文名噶？好彩佢唔系喺你个 list 入面嘅啫。准备好未啊？你坐翻低啦。吴君如，谂个衬佢英文名先。吴君如 ，Catherine。好惨！哎呀，你唔好咁样啦，啲人点睇啊？你叫我谂啊，快啲，快啲谂。我想不到啊，被你搞乱晒。你坐翻低先啦，识唔识点做？喂，咪挡住。女仔名啊 ，Lucy。痛啊！点会痛啊？对唔住咯，可能有啲痛嘅。Dips please。S 字头系咪仲烂咗 ？Sandy。Sandy 啊！犀利啲啦，唔啱啊 ！Sandra， 即系点都估唔到啊！呢个一定冇人知道。系咯，除咗我突然咗，我觉得我嗰啲好易添。因为呢个我哋之前都讨论过，而你应该记得噶。薛家燕，哦，一人记得啦。Lancy， 讲多次。Lancy， 啊 ，Nancy， 都冇啦，都冇啦。你嘅弱点，林家谦，其实我不必。二郎大道，我知道佢个英文名。死啦！只想而家现代嘅你嘅观众，大部分嘅人都应该好中意林家谦。冇错，但系我就唔知道林家谦嘅英文名系咩。嗰个系张敬轩，唔系喎，谦。你得你一冇讲出嚟，你一次过得罪好多人啦！哎，帮你打佢，帮你打佢。系咪 T 字头啊？劲喎，系啊，喂，但系咧，我啱发现咗啲神奇嘢，我以为我高你好多啦，但系点解唔系嘅？哦，因为我系只脚长过你咋，其实我同你上身差唔多长啊。OMG， 我只脚好长啊！你虽然估到系 T 字头，但系剩翻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系睇好多嗰啲 post 系会写住林家谦括弧，跟住就佢个英文名，咁跟住我就记得系见过 T 字头嘅。哎呀，劲喎！最后一次机会啊！
第二次啫嘛，我讲咗阿谦啫嘛。系喎，系喎，系喎，听唔听？你打咗我两次噶。唔系之后嗰次，因为要系帮张敬轩打嘅。Timothy 啊，咁都俾你谂到，好嘢。Timothy， 如果林家谦叫 Timothy 都几好笑。俾少少提示 ，Terrence 啊。因為我以為你會講 Teddy 啊，即係 Terry。如果係 Teddy， 我一定會記得咯。同埋佢啲 fans 成日叫 Teddy Bear 咁樣，但冇聽過。好啦，第三條。好。鄭少秋。哇！我識啊！我識啊！我識啊！細個有個奇幻節目係鄭少秋去做主持㗎，你知唔知？細個啦，我冇睇啊，我未出世。你知唔知佢喺入邊咩？你知唔知佢喺入邊個名叫咩啊？佢入邊個名叫做 Adam 姐啊，同羅蘭姐做嘅，咁就一分。我係咪打咩啊？哦，係喎，估中我都打你咩？我呢度棍，喂，唔好亂咁講喎。咁啱我喺呢條片入面粗聲粗氣，啲人真係會信噶。明俾人打過係我。堅嘢啊！堅嘢啊！曾志偉。不了啊！曾志偉有英文名嘅咩？係啊，曾志偉嘅英文名係咩咧？大家我唔知喎，有啲咩啱佢啊 ？Richard， 佢嗰個年代唔係係，但係都的確係佢嗰個年代嘅，即係唔係一啲神怪嘅英文名嚟。Ben， 好啦，第三次機會又打過嚟睇。E 字頭我有兩個 in my mind 喎，但係你最得最後一次機會啫，嚟等我宣判你嘅。但冇理由係呢一個喎 ，E 字頭啊，係 Eden，sorry，Eden， 成功得罪曬所有 fans。屌你會諗 Eden， 咁另一個係咩啊？一個 Eden， 一個 Eden， 哦，唔係，兩個都唔係，好難估啊，佢叫 Eric 啊。點解你會係喎嘅？我特登上網揾先知嘅呢個係。鄭少秋輸咗俾曾志偉，鄭少秋明明係我嘅黑馬必殺技啊！但係 I am sorry 啊，因為佢真係有個節目叫自己叫 Adam 井，我好中意睇，因為講靈幻奇幻嘢。下一個林子祥乜嘢啊？你又識啊？林子祥唔係阿 Lam 咩？係。原來佢唔係叫阿 Lam 啊，人都叫佢阿 Lam 噶。咁冇理由佢姓林，咁叫 Lam Lam 有請 Lam Lam， 跟住走咗個阿叔出嚟。你頭先都回方，佢都唔係叫妹妹咁咯。係你啱，你啱，你啱。你可唔可以唔好懟到咁埋啊？好 ，Brandon， 啊，好痛啊！呢下又拉弓嘅。俾個提示係 G 字頭嘅。G 字頭。是不是那些大路名来的大路啊他叫做 George。未打的为什么你赢了。一真的他真的叫 George。我本身真的想估哥顿的。你知不知道衰了是什么衰了我问了是不是大路名多谢你这一份。你一到我們現在第三戰了這麼難的、啊、你那些為了拿這份 Super Hot Super Super Hot 陸永的英文名請問是 Six Wing 你以為啊雖然他之前在農夫的一開始的歌是真的叫自己做 Six Wing 我有聽他那首歌很好聽過 One Two Three 齊話聲四五六 I Love Wing 但他不是叫 Six Wing 為什麼你要改名他沒有改名他一向都是叫英文名 A Wing B 字頭的是不是三個音的不是、啊、如果是你打算答什麼呢 Benjamin 哦不是如果陸永叫 Benjamin 我都會覺得很好笑 B 字頭是你問了一條額外的 tips 之後我不會再答的 Damn Benjamin Brian 為什麼不是 Brian 啊這麼襯他我都挺襯的我跟你說他的名字叫什麼他叫 Billy 好不襯啊好不襯啊是啊順帶一提詩君的英文名字叫做 Stephen 兩個都不襯自己的樣子好那這一戰又是我贏了、我們來回多兩堂就算了好嗎、還是一堂啊一堂呢哦你想著輸得徹底一點是喔好來一堂啊許冠英哇為什麼不可以許冠傑啊是不是黐線的你們知不知道誰是許冠英、啊、你可不可以問一些人起碼還知道誰的人現在應該剩下許冠傑在大家心中我覺得 Sorry 我自己的預判可能不是太對的對不起不要罵我多謝許冠英哇這樣好尷尬許冠英直三分
分好唔好？唔好啊，輸就輸緊㗎啦你。最後一個額外題我俾你，如果你贏咗嗰、那個，唔如我點解輸咗嗰個講條件啫？係啊，梗係贏緊嗰個同人犀利嘅。許冠英先。許冠英，許冠英喎、啊，佢阿哥叫阿 Sam 啊，睇話佢都叫阿 Ken 啊啩。嗯，我唔係啱咗係嘛？許冠英唔係佢哥嚟。嚟一次，佢 brother 叫阿 Sam 啊，咁睇嚟佢都叫阿 Ken 啊啩，真系打多次，嗯，好难啊，哇，许冠英喎、啊，我嘅心入边系即刻出现嗰啲咩 Yana、Yannis 啊，全部都女仔名嚟嘅，所以，即系个英文你 ，Eugene，I need an English name， 跟住你会点样 name 佢？哇，佢个样啊，我会俾 Francis 佢。都幾襯嘅，係咪都幾襯佢樣啊 ？R 字頭 ，R 我唔再問太多額外嘅嘢。R when I hear R， I can only think about one。嚇死我啊！叫咩叫 Ray 啊 ？Ricky 啊，因為佢好中意睇嗰個卡通片。我唔係中意睇 Ricky， 我係中意睇 Rick and Morty 啊。黐線，你叫 Ricky 咩？呢個係最後一題係嘛？未計額外題。哦，做額外題，好，我係啦。請問陳小春嘅英文名係咩？你個樣似係你曾經見過，係，但係你個樣亦都似係你唔記得咗。係，淨係識讀呢啲表情，其他唔肯識讀。乜柒？翻嚟先。陳小春啊，哎呀，我識噶，但係我又忘記咗啊，但係冇重複噶嘛，即係佢英文名冇同我哋頭先估過嗰啲重複。幫咗你噶啦，算係。冇啦，我鼻敏感啊，喺後邊樣就唔會鼻敏感噶啦，因為我呼吸唔到後邊啲空氣，啲塵都唔會飛過你前邊。陳小春嗰啲好好型嘅名嘅，都啱啊，都幾型噶。Jamie 啊，好痛啊，係咪 J 字頭噶？可唔可以第二個就答我？睇在我係咪都輸嘅份上。好啦，系 J 字头，你好劲喎！你又 Jason， 哇，你有打赌噶？唔系 Jason， 唔通系唔系啊？屌你，好讨厌啊 ！J 你先，喂，唔好揿住啊！咦，你系咪想两条一齐打？点解你咁衰嘅？枕头嚟嘅啫，好痛噶！唔系 Johnny， 咁都唔会系 John 啦，都应该唔会叫阿 Joe 啦，又唔系 Jason。咁 Jonathan 有啲咩 J 字嘅男仔名啊？啊，陳小春 ，Joseph 呢個係咪答案？係 Jordan。點解佢哋講曬名嘅？你認識佢嘅時候，佢叫咩啊？我頭先講咗啲咩名啊 ？Joseph 噶，係咩？我原來 Joseph and Joyce we were best friend。咁而家係咪最終回啦？你話額外題啊嘛，俾你一個額外題啊。四比二啊。Kill it. 好啦，咁呢个系国际题。即系你问翻一个英文人叫咩英文名啊 ？The Rock。哦，佢叫做 Dwayne Johnson。我系真系佢嘅 fans。我甘拜下风，几多集前？还掂你甘拜下风，我问多你两条啊。吓？唔系唔使打嘅，唔使打嘅。好啦，总之攞第二只黑马出嚟啦。好，你再问我，再问你。Okay. 黄子华。你个样好唔大路啊！英文名啊，个名系 D 字头，但系佢唔系一个英文嚟，佢好似话系一句阿拉伯话，英文写出嚟就 Dayo D A Y O， 佢阿拉伯话意思系呢个晴朗嘅广阔嘅天空，系呢、這个就系黄子华嘅英文名。我仲有一只外国黑马嘅，外国黑马又系外国黑马，系 Lady Gaga。哇，打啦，我唔识咯，即系 Lady Gaga 真系唔识。喂，我唔打你，你打我唔系，你唔系老母气，好彩啫。我想话俾你听 ，Lady Gaga 个名系叫做 Stephanie Joanne Angel。Angelina Germanotta， 我想去 Vicky 度睇佢个名咁 Q 长。唔该晒。攞埋你嗰个长。郑裕玲。嘟嘟咯。呢个要打，呢个要打，呢个要打，呢个抵打嘅。我又谂起龙虎个镜，跌跌同埋墩墩。跌跌跌跌跌同墩墩啫。郑裕玲。系。Fanny。唔系。唔知。想知嘅朋友记得首先订阅咗 EG 大个仔呢条 channel 啊，逢星期一、星期四会。逢星期一、星期四会出面啊，记得 follow 我同埋佢 IG 呢、這个好紧要，我 IG 就嚟可以有3.1万人啦，大家快啲帮我加个0.1啦，真系就嚟就得噶啦。订阅完我 channel 之后，记得揿埋个 long 咯，咁喺我出片嘅时候咧，咁 YouTube 先就会话俾你听噶。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我哋下条片再见。啊，唔系啊，咪未讲啊，未讲啊 ，Julie 姐叫做 Carol。What？Carol 系。